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中，中国女排大比分3-0轻松打败东道主法国女排，取得2连胜，也提前获得进入八强的门票。接下来中国女排还有第三场小组赛要进行，按照时间的安排，我们将在8月4号对战塞尔维亚女排争夺小组第一，到时候大家记得为中国女排加油。对于中国女排来说，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2连胜，获得淘汰赛的门票，所以其实第三场比赛并不见得有那么重要，我们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，毕竟中国女排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接下来应该更好的备战淘汰赛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女排接下来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，恐怕在阵型和战术方面都会非常发生非常大的变化。前面两场比赛，中国女排基本上都是安排郎平时期的七仙女阵容首发作战，这也是中国女排目前最强大的阵容，有这帮实力和经验都非常老道的球员镇守球队，中国女排显然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成绩。不过如今进入到第三场比赛，无关淘汰赛门票，中国女排不排除会进行阵容的变换，让更多年轻球员上去练手，而让朱婷这些老队员好好休息备战淘汰赛。毕竟大家非常的清楚，这一次征战巴黎奥运会，其实主教练蔡斌也带了一些年轻球员过来，包括吴梦洁，这些00后的球员都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接下来对战塞尔维亚女排，朱婷大概率会被换下来替补，而吴梦洁也有希望和李盈莹搭档出战比赛，其中吴梦洁很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出场时间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中国女排极有可能会出现00后扛大梁的情况，如此一来，一直辛苦作战的老队员们也可以喘口气，劳逸结合是最好的安排。当然从目前来看，中国女排教练组一旦真的做出这样的阵容调整，其实我们球迷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，毕竟就像朱婷所说的，这一届巴黎奥运会很有可能是她最后一届奥运会，4年之后她已经30多岁，她不可能继续带领中国女排征战比赛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，必须得考虑接班人的问题，尽早培养年轻球员，尽早给予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。如此一来，将来中国女排就不用面对接班人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，将来我们就可以更加从容面对下一届的奥运会和更多的国际大赛。所以接下来也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女排的整体安排，不管最终朱婷这一些主力队员能不能够得到上场的机会，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我们也期待年轻球员可以争一口气，打败对手取得3连胜。